刚才已经讲啊，我说他就是会断心啊，就马上给断给你看啊。不要这样浪费玩家的时间，只不过是一个异空转身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这样太明显了。我是替我们这些观众抱不平啊，绝对不是因为刚刚死掉在生气啊，我替大家在抱不平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在场都是证人啊。刚断几位啊？我算不出来了，我都算不出来，因为那个一定要断到离谱啊，一定要断到离谱你才会看到那样的效果啊。木狂还好，没有哎、欸，每一个狂都看你运气好不好而已，每一个狂都一样，就是每一个狂我都被弄过了，你讲个给。对啊，这已经叠出八 combo， 你要我转几 combo 啊？没有说服力，你说没有说服力是指哪方面？是说那个刚刚那个断珠还说服力不够，还是官方说服力不够？三还四啊？不止啊，怎么可能只有三和四啊？因为我补不了血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补不了血，代表就断珠了、啊。觉得都还好，要弄你也是没办法，就是没办法才会让人家生气啊，你懂不懂？我是替各位抱不平啊，各位，绝对不是因为刚死掉。因为他那个。要他的起手式哦，准备要弄你的那一刹那，我那个珠子我都已经背下来了，真的。那个起手式，你一看就知道，那个时候就是要断珠了。真的，我一看就知道要断珠啦，所以我就神预测啦。对啊，你要我转几康啦？七康是够不够？明明转珠都搞得跟什么什么鬼啊！麒麟臂他妈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，一消一不消、啊，全消啊！工程师又工作了，绝对不是刚刚死掉的 XP。谢谢吉文啊！一消一不消、啊、口诀啊，用这招你还打不过，没办法了，因为我刚刚就是一直断的，你有看到？消啊！哦，双重叠珠，这个帅！哦，那叠珠很爽啊！包，三分之一，大概三分之一，一消啊！对啊，你要我转几 combo 啊？我不懂哎、欸，这样 combo 数还不够吗？应该够了吧？应该够了吧？不消哦，再来消哦。哦，这个 combo 应该可以吧？我都麒麟叫出来，嗨叫，你还要怎样？不消。起手式还记得我说起手式吗？初步看好哦。希望工程师真的有在看的、啊，起手式，这个就起手式了，知道吗？这个就起手式了，注意看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刚刚说起手式了，注意看好了哦！接下来的抓马剧本，
就是等一下会把那个新租转掉。我不知道，我猜的，我猜的。希望工程师你真的有在看我们的那个实况台。有在看，要反应啊，要反应给他、啊，不反应一下，妈一直耍你心术，啊，这样大家知道了。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解放了，记得要开实况台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要保佑工程师有在看你的台，我只能这样，我没有别的方法。哇，这个叠珠。哇，你要开实况台，而且你要告诉他你有很多观众在看啊，那个新珠就不会被转掉，真的。刚刚这是失误哦，还有叠珠猛，没办法，你一定要叠珠啊！啊，完蛋了，我又闻到那个味道了，糟糕，我闻到那个味道了，什么味道？断了。有没有？闻到断的味道，消啊，整版消啊！我干错姐，那个天降救了我，有没有？我说那个天降救了我，真的，刚刚那个天降真的救到我了。不要转心啊！哇，林老师又断了，完蛋了，一定死啊！我跟你保证，真的一定死，死定了，等下一定断心，一定断心。他刚只是在埋伏笔，弄得好像没有问题。事实上，最关键就是这一回合，等一下绝对断心。我想看怎么解。我看有没有人解。跟他玩好了。完蛋！不要！哦，我想要一回把他 KO 的。说吧你，阿爹！你看是不是又断了？完全没心哎、欸！各位真的是完全没心珠哎、欸！自己看是不是完全没心珠？不过开机啊，我刚失手了，完全断心，很可怕的关卡、哦，不是那技能的问题啊，是不是断心的问题啊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的旁边还有个铃铛，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民百姓。Oh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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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